间，差不多傍晚就开始有人在卖东西哈，卖小吃都很好吃的样子。我昨天就是来这家闲家吃东西，好，在这个位置，就那个量身的位置上吃东西。这里有国泰的体馆的，我将来可以啊。我刚刚就是来这家吃面，刚刚我就是来这家吃面，这家叫转角面小吃摊，我刚刚就是来这里吃。阳春面40块，好啊，嘛袂歹食呢，好、哦，他煮的也是很好吃啊。还有那家什么这家自助餐呢、啊？我昨天来这里吃啊，吃自助餐，我吃的是菜饭，好、哦，65块五样菜，啊，不过我食袂饱，哦，刚是这个啦。这个臭豆腐啦，刚刚我要来吃，它还没有开，现在不知道开了没有。他卖的是臭豆腐，他就在图书馆门口开。好、哦，还有这个卖鸡蛋糕，我要进去了。好，阿弥陀佛。